小花鼓二胡教材第四册。好，我认为它是 F 调必学的曲子，这是刘北茂的作曲。刘北茂是刘天华的弟弟，那后来他在这个二胡的这个推进上面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。首先你要注意前面第一个小节，拨外弦的咪，同时演奏内弦的啦，模仿鼓声。那第三小节、第四小节，还有第二行的第一小节、第二小节，空弦咪，然后连动弓的咪啦。第一个咪要注意下滑音，故意从收滑上去。好，特别强调下滑音，速度要快。好，那第四行连续的顿音做渐强。第五行的第三小节接到第六小节，要注意第六小节的第二个高音的咪需要做全弓，所以在这个咪的上面你可以加上一个全这个字，好，来提醒你 前面音乐前面那个音是一个短音符的咪，弓不够长，所以你需要把弓倒完，好，然后好好的给下一个音做一个全弓的预备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这样，嗦拉全弓，哆瑞全弓，咪只有一点点的弓，可是后面的咪是一拍，所以你要把剩下的弓拿到后面来，这样你才可以推完这个咪。好，全弓的记号是提醒你自己需要做倒弓。好，那比如说第六行的第三小节，咪瑞全弓，哆只有半拍，只有拉到中弓而已，那你后面的哆咪是两拍，需要用全弓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全弓的记号在上面，然后把弓倒回来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全这个字是有的，在符号表里面是有的。好，是这样的用法。小花鼓